所演唱的歌曲是《月圆时》，现场朋友请再度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主持人老师以及现场的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Yeah.
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编号第三号，来自幸福里的柴庆熙先生，他演唱的歌曲是《柳甘节》，现场朋友请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陈老师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
哲。那接下来欢迎的是编号第四号文贤里的林玲珍小姐。那现场呢并没有看到林小姐，所以依照大会的规定，我们就是唱名三次不到就等同于弃权。林玲珍一次，林玲珍两次，林玲珍三次弃权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编号第五号来自学东里的郑阳姿，她演唱的歌曲是《心卡北北》，现场朋友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评审老师、主持人、各位现场嘉宾，大家晚安。
评审、现场来宾，大家好。水那深，不免点面子哟。阿娘阿娘，请等我来甲你带，不管做细也做大，阮厝内只请看。水那深，不免点面子哟。阿娘阿娘，请等我来甲你带，不管做细也做大，阮厝内只请看。就是我们南区在地议员林美燕林议员，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有你的参与，让我们今天的比赛又更加的光荣了。好，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编号第七号，来自明亮里的郑博元，他演唱的歌曲是《外套》，现场朋友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主持人、评审还有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。知道。
25号参赛者赶紧到我们舞台旁边来做等待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编号第8号，来自全南里的魏竹怡，她演唱的歌曲是《我最亲爱的》。现场朋友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各位评审老师好，我是8号参赛者魏竹怡，目前就读台南大学，然后今天要带来的歌是《我最亲爱的》，谢谢。
跑去哪里练歌，因为今天真的是高手云集，每个人唱歌都好好听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再度的提醒，编号十一号到十五号参赛者，赶紧别上号码牌，到我们的舞台旁边来做等待哦。编号十一号到十五号。那接下来呢是编号第九号，来自大良里的陈世维，他弃权了。我们请各位评审老师注意一下哦，编号九号大良里的陈世维他是弃权的。接下来欢迎的是编号第十号，来自金城里的陈昭明，他演唱的歌曲是《只要勇敢》。现场朋友再度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重要习惯，生命就是一
现场朋友掌声欢迎主持人平生老师，各位来宾来到班，
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快乐的宝瓶》，现场朋友掌声欢迎。主持人、各位评审老师、各位老师，大家好。雪清霜。
掌声。接下来要让我们紧接着要上场的是编号十三号，来自全南里的韦辉妮小姐，为我们演唱的歌曲是《疯子》，现场朋友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评审老师好。我想哭，说太阳我想哭，欺负我想哭，听歌我想哭，看喜剧我想哭，我控制不住自己负担太重的情绪，我拒绝面对结局，沉重的问题我不想听，你给的很多说了很久的道理，却麻木了我的心，再压抑再压抑我狂喜。天摇地动，昏天暗地，有眼泪没眼泪，你觉得我疯了，我瞬间耳鸣，听不见你们说的。我风言，我风语，眼泪让我想，模糊我眼前世界，原来快乐要用悲伤换得。十八号的朋友，请赶快到我们舞台旁边来稍作等待。
紧接着要上场的是编号14号，来自鼎安里的林明达先生，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胜者为王》，现场朋友掌声欢迎。主持人、林生老师、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赛德克明达带来一首王世贤的《胜者为王》。
王玉慈小姐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甘地蓝调调》，现场朋友掌声欢迎。平审老师，各位老师，大家好。
号十七号来自光贤里的周宏伟先生为我们要带来的歌曲是《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》，现场朋友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李晨老师、主持人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如今你我算一杯，我爱你上多，甘愿为你喝这多年，我的心我的梦永远拢是你，孤孤单单分分了了。留下人在你身边，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，离开阮的感情，你打算安怎来收？真心不是爱你的理由，你若放手，我永远是你的。Thank you.
会组的比赛在这边呢就告一个段落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评审老师伤脑筋的时间，麻烦你们了。